生有个真正朋友的个好劲，黄雨千同张君睿响机场特警呢对肥嘟嘟嘅最佳拍档，句句抵死，最夹系你哋啦！系你话肥先噶。恭喜晒两位！个奖座喺边啊？喂，唔好意思，个奖喺我度。原来系真攞哥。Hi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点啊，千千？点啊，君睿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好啊，咁啊，呢个时间系咪应该颁奖先啊？你好啊。系啊。OK。恭喜你。咁有请我哋嘅颁奖嘉宾，俾啲掌声佢，真攞哥哥。系，千千。恭喜晒，黄雨千。咁啊，君睿，你先讲得奖感受先咧。要好多谢 TVB 颁呢个奖俾我啦，我好开心。多谢叔叔、爸爸妈咪、细佬，成日喺我拍戏期间陪我练戏。我觉得演戏真系好好玩，又学到好多嘢。我好多谢 TVB 颁呢个奖俾我啦，仲要多谢珍姐啦、乐小姐，同埋最紧要多谢掌门人啦，同埋祖蓝哥哥嘅，同埋要多谢我啲亲戚啦、朋友，同埋机场特警嘅监制 Andy 哥哥同埋 Angie 姐姐。阿珍朗，你亲手颁个奖俾你个侄仔，你嘅感觉系点样咧？咁当然好开心啦，因为拍呢个过程，拍呢个机场特警嗰阵时，可以同佢 enjoy 咗喺个。在架車入邊一起放飯盒嗰個過程嘅，係啊，咁今日就特登就希望俾個 surprise 佢，可以親手頒獎俾佢。但你會見到佢其實完全唔 surprise 個樣。哦，君睿，其實你係咪好好開心啊？即係阿振朗頒呢個獎俾你。係啊，係啊。嗯，會係啊，係啊。會同佢通常頒獎你都會嚟一個擁抱噶嘛，會係係啊。哦，嚟啦，先係恭喜曬。非常之好啊！